古今中外，事出是法。成功的人物啊，就是懂得抓住机会。佛法里讲的缘，他认识缘，能够掌握这缘，而不会把这个机缘失掉，这是成功的第一个因素。所以佛家讲诸法缘生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为什么不说因生？因是种子，有无量界的熏习而成。因如果遇不到缘，不会起现行，也就是说他不会有成就。他有成就一定要遇到缘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都有作佛之因，无量劫来阿赖耶识里面十法界的种子无不具足啊。所以他要在十法界里面哪一个法界去受生，决定在缘。因遇到缘，他就结果。诸佛菩萨这个缘，殊胜，稀有难逢。卧道的缘呢，最多最容易遇到，无怪乎度卧道的众生多，成佛的众生少啊。这是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。做佛的缘，佛在经上说的很多啊，《大小乘经论》都说到。第一个重要的缘是善知识啊，我们在阿难问世佛偈雄经里面佛讲的多清楚了，叫我们从名师学道。这个名不是名气大的名，是明心见性之名，是一个有修有证的善知识。这个人是过来人啊，我们亲近他，接受他的指点，才能找出一条生路啊，成佛之道。那么你的方向
目标确定了，这就非常稀有难得了。可是这条路啊，是相当辛苦的。还要善缘，这个善缘善友啊，好的同参道友，好的道场，好的护法啊，通通具足，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的机会就大了。这些缘你通通就遇到了，你要是还不能成就，那是怪你自己善根福薄，你不能成就，你的烦恼习气太重，这样殊胜的缘分当中，你不能够把握。如果这些条件统统具足，自己有善根有福德。什么叫善根？善根是能信能解。福德是你能行，你能证，这是你自己的福德。这种缘啊，我们今天讲条件通通具足，正如彭济清所说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你今天走遍全世界，你能不能遇到这些条件通通具足？而且这些条件通通具足，诸位要晓得，这种缘分不会长期存在啊，这机会啊，一纵即逝。时间很短的，不要以为啊会有千年万世，没这个道理。你看中国古代祖师大德所建的道场，帝王大臣护法，原通通居住啊。这个机缘能够维持多久呢？也不过是几十年而已啊。几十年之后，道场变质了。为什么变质？善知识走了，同参道友不在了，护法的国王大臣一个个也离开这个世间了。后来集续的这些人，那不知道情况如何了。所以道场衰，道场败呀。到现在留下这个空壳子，给后人评掉。古今中外事事如是，你有没有想到呢？同样一个道理，聪明人，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赶紧抓住，决定成就。成就需要多少时间？我们细细去读净土圣贤录，去读往生传，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一个统计，细心去观察，
绝大多数成就的人不出三年，三年到五年这个时间成就了。这个成就啊，是成佛，不是别的成就啊。三年当中，他得一心不乱，得功夫成品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得生死自在。他愿意往生，即刻就能往生。他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跟自己还有一些有缘的人，应当帮助他，他就可以住世再多住几年。这叫生死自在啊！他烦恼断了，智慧现前了，这叫成就。与世出世间法一尘不染，彻底放下了。正如佛在经论里面所说的，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，不受后有，决定不再搞轮回了。他如果再到这个世间来，尘缘再来的，他不是业报的。轮回的业断掉了，不再造了。所以我们细细观察净宗，实在是无比的殊胜啊。学其他法门达到这个境界，相当不容易。唯独净土殊胜。真正是如诸佛如来所说，能令五尘齐如爆土。这是平等法了。往生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无逆十恶，即使临终的时候真正发忏悔之心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还是能往生。法门殊胜，法门不可思议。学经教，发心讲经，也要注重行政。如果自己只能够讲，心行不相应，讲经也是属于世间有漏的福报，不是功德。这个经教能讲得好，能讲得透彻，全靠修学的功夫。你没有修学的功夫，你所讲的这属于即问之学，
不是从自己心性里面流出来的。你看得多，听得多，记得多，全是别人的，与自己毫不相关啊。所以这是有漏的福报。那么西方世界，无论是哪一土，无论是哪一品，实在讲也不过就说说而已啊。到达西方净土，那个世界是平等的世界。虽然说有品位不同，而事实上同居土下下品，跟十报土上上品，他们的智慧、道理、神通、受用几乎没有差别。所以这个世界很特别，真正叫是难信之法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阿弥陀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，不是自己的功德，阿弥陀佛本愿加持。第一个现象，这我们在经上看出来的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面貌相同，这十方世界没有的。我们这个是世间50多亿人口，哪里找到两个人面貌相同的？西方极乐世界面貌相同，身体体质相同，皆是金刚不坏身呐。体质面貌相同，就证明他们的心相同。为什么呢？相随心转，他们的心都是清净的。上上品往生也是念阿弥陀佛去的，下下品往生还是念阿弥陀佛去的，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妄想啊，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面貌体质就相同了。真正不可思议的。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人人都能成就圆满功德，好好的抓住这个机缘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